历代志下第二十七章一节，约坦即位的时二十五岁，在耶路撒冷做王十六年。伊的老母名叫耶路撒，是撒都的查某囝。约坦行耶和华眼中看做好的事，照伊的老爸俄西亚一切所行的，干那无入耶和华的殿，百姓依然行邪僻的事。三节，约坦去耶和华殿的顶门，伫个腓力城顶起坐坐，搁伫犹大山地起城，伫树那内去营坐，甲万国老。五节，约坦甲阿文人的王三战，看赢因。当迄年，因进贡银一百塔连德，小麦一万谷粒，大麦一万谷粒。第二年、第三年也是安尼。六节。约坦伫亚花伊个神的面前行正直的路，直到渐渐强盛。约坦其他的事，甲一切的征战，甲伊的行为，拢写伫以色列甲犹大列王的记录。伊即位的时二十五岁，伫耶路撒冷做王十六年。约坦甲伊列做同群，埋葬伫大卫城。伊个囝阿哈斯续接伊做王。